很多哈，欢迎围观无人知晓的英雄时刻。今天你们看到的这个放了一个锅子，对，然后呢，今天也是要做物理小实验，也是神奇的啊！你看这边是今天主角，我们要把它切开来。对，首先把玻璃放在这个锅子里面，然后还要准备好刀片，然后呢，我要让这个刀片切可以有办法切断这个玻璃瓶，而且还不是用刀子直接下去切的，神奇的物理实验。首先，我们要先准备好水就好了，记得要让它处在比较水平面状态，然后还要准备油，让油可以在完全的表面上面。这样够不够？看起来好像还差一点点，我们再加一点点。然后接下来，我要把这个刀片拿去加热。Let's go！ 有点。我还是打不开，用打火机。拿打火机回来了。用打火机加热。加热这个刀片。好，现在见证奇迹时刻。不知道差多久了，不知道有没有成功，拿拿看。失败。今天的物理小实验就到这边，阿伯哟。失败了，有点小失望。说实在的，还蛮希望它可以切得很干净的。